陈建议采购 BNT 疫苗，提升全民的防护力。台湾各县市甚至许多国家的慈济志工，募心募爱，挹注经费。上人鼓励大家加入行善的行列，多一份的善念，就多一份的平安。这一波的疫情，看到了穷困的人可以这样的发心付出，也看见了现在富贵的人也发大心，也愿意呢这种捐出了疫苗，让人人呐、平安，让人人呢预防。所以说来，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，让人不感染病，保护人人平安很重要。所以台湾社会有钱的人呐、大家都启动了，如何呢？安定啊！我们这个台湾呢，都要平安。这一波看见了真诚的爱，富贵人家也愿意呢捐付出，那生活就是平平的，也很发心。这都是觉得叫做幸福，造福人间，就是平安。